问诊就讲完了，现在我们开始讲望诊。视诊的顺序上，原来一般都是提望闻问切，我们为了和这个病例的肌肉相一致，一般也是病人来了多半都是从问诊开始，所以根据这个实际情况，把问诊编成第一章，而把望诊编成第二章了。望诊，什么叫望诊？这个大家都已经掌握了，应该是用眼睛去观察病人的神色形态和局部表现。这个观察病人的神色形态是讲的全身的神色形态改变，以及某一个局部，头啊、眼睛啊、手啊、腹部啊等等局部的表现，因为全身用眼睛去看。其中还有一个中医特别重视，就是舌象，还包括昏杯无，还有一个小儿的指纹等等，这一些内容通过观察来测知他健康状况，了解病情的一种方法。健康为什么说测知健康状况呢？我们来看病例也好，没有看，我们一般都可以观察他的神色形态。他的神色形态很好，他不一定是有病，或者虽然有病也是还不太明显，一种亚健康状态。所以我们是观察健康状况和并且了解病情的一种诊查方法。简单的说就是眼睛去观察来诊断病情。第二个是原理，用眼睛观察为什么能够诊断出病情来，为什么能够认识到机体的病变，这个就是我们讲诊断原理的时候已经讲过，最主要的一个就是有居内者行居外，就是思外揣内的原理。体表外在的都是内脏气血阴阳的反应，通过外在的表现可以推测内在脏器的活动、阴阳气血的状况，所以观察外在的表现可以测知内部的变化。因此本章篇所说的思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就是这个道理。第三个，它的意义，望诊它的意义，望诊能解决一些什么问题？在《难经》里面提到是望而知之谓之神，把这个望诊的功夫提一种神圣化、神化，一望而知。我们的望诊它确实是可以从体表反映内部的状况。有的看相实际上主要也是望诊，望诊那个看相的这个人有一些，但有一些他采用了一些伪科学的方法夸大来那个，但是也不能去否认这望这看相的人呢，看相里面没有原理，没有科学原理，那也是不对的。看相啊，实践里面它还是有很多科学原理的，看面相，脸上看一看，看手相，里面它还是有科学原理的。只是有些人他为了那获取那搞到一些经济利益，那哗众取宠，夸大其词，实际上就是望诊它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所以那看相我们一般不了解，这看相这好像很神呢。中国的庙都多，外国人来了以后都要到庙里面游，都要去看，一看了以后里面就有很多的看相的什么的抽签的。我看那看相比那个抽签应该是很有根据一些吧。所以它确实是可以反映一些人际状况的状况，所以叫望而知之谓之神。我们俗话说的百闻不如一见，用眼睛去观察可以了解到很多信息。至于这个科学知识上面讲嘛，就是我们人来了解外界的信息的
60%的信息是通过眼睛来获得的，耳朵、鼻子、舌子和手，它获得的信息啊都没有眼睛获得多，所以60%的信息是通过眼睛获得的，但我们声音语言，是获得的信息的很重要的方面。声音语言它也可以通过眼睛来获得信息，可以变成眼睛看的、不看的，所以通过望诊可以了解整体的状况，整个人体是个什么状况。我刚才讲看相，恐怕它就其中就是有看你整体的状况。分析气血、脏腑等它的生理和病理状况，对人体整体是个什么状况，它有个了解。通过认识来分析我们内脏、气血、阴阳是什么情况，是生理还是病理，可以了解这些情况。它的内容，望诊的内容，我们望诊分了几节，第一节就是全身望诊，望神、舌、形、态四个大的方面。全身望诊包括整体的神的反应状况，你这个人的整体颜色，形体的状况、姿态、活动、神色形态。第二节是局部望诊，从头到脚望头面、望五官、望躯体、望四肢、望二阴、望皮肤，局部望诊的内容。第三节是望，应该说是望舌子，因为舌子的内容非常丰富，中医特别强调写病历的时候必须有舌象的内容。我们望神舌形态有时候不一定写啊，病历里面不一定写上有神、长舌、咳舌不一定写上，但是舌象是一定要写的。所以把舌诊这个内容丰富，中医有丰富经验独到之处的内容单独做了一章了。实验上望舌子是望诊的一个内容。第四个是望排泄物，痰涎、呕吐物、大便、小便。第五个是望小儿指纹，望小儿指纹当然就是对小儿而言了，成人就不存在到这个内容了。望诊的内容有这样一些，望诊的方法要注意几个问题，这个恐怕要学生要。虽然这些望诊的方法谁都会望，张开眼就可以看得见，但是学生可能就不太注意，一定要强调一个依照顺序自然的观察，强略恰当。这什么意思呢？就防止漏掉。头上是看了一下，他的形体怎么样，他的活动怎么样，没有引起重视。望了神没有望舌，自然的观察什么意思啊？就是病人进来你自然地就看了，并不要你去打招呼，病人来的，注意啊，我在望你的神呢、是吧？你不要动啊，我要看看你的这个舌啊，并不要是这样，自然他进来你就自然观察到了，强略恰当，根据需要。第二个要光线充足，注意光线，有时光线不正常影响，在那种昏暗的条光线之下，可能每个人的面色都显得有点灰暗，没有光彩。在强光照射之下，很强的光，脸色本来不白的它可能都白了。你像我们这个投影，本来是在我这个屏这个液晶屏上看的颜色很好，但是一投下来都变成白色的了，都是贫血了，那就光线有影响，要避免这些因素的影响。第三个要充分暴露排除假象，要观察的部位要注意暴露啊，你没有
当然你比如说观察腹部啊胸部啊这些地方要充分地暴露出来才有利于观察，特别是要排除假象。现在这个假象啊很多很多，我们观察口神的时候，口现在很多人都化妆打口红，那口红有的打的是红色的，有时打的是紫色的，这个到底这个颜色是缺氧还是紫甘呢？搞不清。前几天我就在外面看到一个白头发是白色的，这个一个年轻人的人，我看白色头发，这是不戴的假发呀？现在就，这本来他是黄发了，头发也脱了，戴了个假发，你这头发很不错呀。那个假花也做得很漂亮，很那个了。我一看，我这个人到底是真正的是一个白花病症呢，还是戴了个假花？我仔细观察他，真还是个白花症。他不但是头发白呀、这个脖子上啊、脸上还有白色的斑块。那看他是个真还是个白花症？一不注意，可能也这可能是戴了个假花吧，是吧？戴白花，所以这个。有这种情况啊，要注意啊，要排除假象，排除假象。这个假象还有一些，比如说我往姿态、往形体、往姿态的时候，我就发现，那文化革命的时候啊，有些人他就装病了，要挨斗争、爬斗就取两个拐杖啊，走路啊很薄啊薄啊。文化革命把它平缓了以后。这个冤假错案一招邪以后，拐杖丢了，他走得好好的，他就搞了那么多年，七八年都是两个拐杖腿一跛跛跛，那你一晃这个姿态，他肯定这个腿有毛病了，是有问题啊。他实际上他就是文化革命怕斗争，他就那个了，所以这个一定有很多妄诊的资料，要注意排除假象。第四个，要安神定志。积累经验，安神定志啊，积累经验。这个望神的功夫，望诊的功夫，是要以神会神呢、我们医生，恐怕这个望啊，有很多是只可言传，不可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说他有神，这个人气色好，一看可能都觉得，这个人气色好，身体好。但是你说他什么地方好，怎么好，可能还讲不太清，讲不清，所以要注意这种培养，积累经验。一看这个人面色反白，面色苍白，面色萎黄，面色晦暗，面色无华，神气不足，一望就可以知道。这些要敏捷准确，要准确敏捷的去望，才能够望得准。反而仔细地去望他，一个病人来了，你老眼睛盯着他半天不动，他看你的医生有点神经，有点毛病，怎么老望着不动啊？不能够那个，就是很敏捷、很准确地去望，一望就知道他这个人的情况怎么样，要培养这种能力。第五个要强调四诊合参，综合分析。望而知之谓之神。固然他可以获取很多的资料，了解很多的信息，但是也还是一定要结合其他的四诊资料。我们前面问诊讲那么多的病情，你是有些是望不出来的，望不出来的。我们这也有一个过去有一个医生呢，叫谭半仙呢，谭半仙，他就病人要说他都不要他说。围着病人打一个圈，到这里望了以后进来就望，那病人说，我医生，你不要，我还没有望，还没有看清楚。他不要病人说，他望当然也望到他积累了一些经验，不能说没一点经验，有些望了，但是也有的望的就望得不准了、这个你比如说那个，我就发现他有一次望那个一个十八九岁的这个女孩，她就说她一忘了以后，她说她经杯，她月经来了，是
他妈妈就告诉他月经来了，正常啊。那他今后会金杯的，过去没有金杯，今后会金杯，清华会出现金杯。他就这个就是有些他是单循并旺是不行的，还要四诊结合。他说他有月经金杯啊，他妈妈说他没有金杯，他月经来了，来得很好。那他以后会出现金杯的，他说他以后会金杯，这不就砸锅了吧？是不是？说单循旺也不行，要结合。第一节传肾旺诊，传肾旺诊，传肾旺诊要旺，刚才讲要旺四个方面：神色形态，他的精神神气状况，他的颜色和气色，形体状况，姿态。望传身的形神色形态，主要是对病情的寒热虚实轻重反急，诊邪状况等等，产生一个总的印象。总印象，传身望嘛，跟你进来以后，他并没有规定说这个望诊望传身要望三分钟五分钟，一进来我给你一个总印象，一看形成一个总的印象，所以他是也是产生一个总体的印象，也是虚，这个人一看体质比较虚，这个人很健康，这个人可能属于一种阳虚之体，属于阴虚之体等等，寒热虚实病情急或缓，两个人抬着进来神志不清楚，那当然很严重了，是不是啊？所以一个总的印象里面，望神色形态的第一个是望神，望神，望神，我们中医基础讲个神的概念，神有广义之神和狭义之神，狭义的神是指的神职，是我们人的精神仪式思维和情志活动，精神状况仪式思维情感，是指的这些心神这些内容，仪式思维情感精神状况等等，这是狭义的神，神智心举神明的这个神智。还有一个广义的神，广义的神，我们把它叫做神气，所以就是广义的神，狭义的神叫神智，广义神叫神气，都没有这样严格的那个的，就是这个广义神智是什么东西，整个生命活动的总的状况，一个总印象。比如那时候我们说毛主席啊神采奕奕，那是给他一个总印象，并不是完只讲这个毛主席的精神仪式思维，总印象他的生命整个状况，是对生命总体状况一个高度的开阔，总体印象，神气很旺盛，神气很好，气质很好等等。广义的神和狭义的神都是我们望诊的时候要望的，所以我们望神既包括对神气也包括对神智的考察，一种综合判断。当然这个整个生命活动总体状况，这个总的神气情况，自然里面也包括了狭义的神，应该包括了的神智，神采非常奕奕，但是神志不清，不会这个情况吧？是不是？那里面神采奕奕，自然就包括他的精神状况，他的思维敏锐，是吧？仪式清楚，反应灵敏，这些情况就包括在里面了。那我们中医望神是讲要望整体的状况，这个整体状况就自然包括了对他的神志、精神仪式思维、情志。望，当然有些问题也不是寻求望就望的全部望出来了的，他的思想意识怎么样，
他的情绪情感有时候忘不到，是吧？也可能他这个时候暴露出来了，哈哈大笑，很高兴；也有时候他没有暴笑，很严肃。哎，那他的情绪怎么样？可能忘不到。哎，但是我们这个忘神应该是包括了这个全身的总体状况，其中也包括他的神智的忘神。哎，来了解生命的整体状况和判断病情。忘神的原理，忘神的原理，忘神主要涉及到神他以精气为物质基础，在中基里面就讲了精气神是我们人生的三宝。也有的现在把这个精气神呢，这样的，那精是指的物质，气是指的功能，神是指的形式仪式，这样的来讲，实际上就是精气是代表物质和机能状况，我们体内的气血阴阳的多少是不是平衡，这个机能状况是不是正常，气机是不是活畅调畅调和，它可以通过神反映出来。所以精气是神的物质基础，神它是精气的一种外在表现。气机正不正常，阴阳是不是协调，物质是不是充足，我们看不到你的气血多少，我们没有办法量你有身上有多少毫升的血液，你的水分多少，阴是多少，阳是多少，这些机能状况是不正常，没有办法那个。但是这些机能状况，气血的阴阳的状况，它可以通过神反映出来，所以神是这种精气的外在表现，精气是神的物质基础。为什么精气是神的物质基础呢？中医认为精气充足，这个人他的物质气血阴阳，气血充足，阴阳平衡，脏腑的气机正常，精气充足的话，这个人一定就会健康，身体会是健康的，健康的人他的神自然就是旺盛的，抗病力也就是强的，他不容易生病，即使生了病也是比较轻，有病他的愈后也是比较好的。你整个物质情况怎么样，从你的整个他的全身的神蛇形态一看就可以看出这个人身体好不好，那个身体好不好，强壮还是虚弱，他是他的由他的气血阴阳脏腑机能所决定的。所以脏腑机能气血阴阳的状况它会从神反映出来。如果这个人精气亏虚，物质不足，机能减退，脏腑的机能，脾胃的功能也很差，肝肾的阴血精液也不足，心肺的功能不健全，那么这种人他必然体质就显得虚弱，一种病的状况，他就没有神，神就不足，气血不足，阴阳失衡，其脏腑的机能紊乱虚弱，必然体质虚弱，体质虚弱他的神自然一旺，这个人就少神没有神，他就神衰，这种人抗病能力就虚弱不足，抗病能力不足，因此生病以后病情比较重，愈后要相对来说要差一些，愈后要差一些。旺神的盛衰，所以通过旺神的盛衰可以了解精气的盛衰，神的盛衰，这个人我说神采奕奕，
那么他的神气很足，那就可以了解他雷脏精气是充足的。如果这个人少神，神气精神不振，神气不足，就可以知道他雷脏的精气是不足的。通过旺神神的多少有无，可以判断病情的轻重，推测病变的预后，推测病变的预后。所以为什么旺神可以诊病判断病情，这种判断病情特别是一种总体印象，健康的状况，这个阴阳气血精气的多少，得到一个总体的状况，这是旺神的原理。第二，神的表现。问旺神到底旺什么，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有神没有神？神采奕奕，说他的神好，那你是从什么地方来判断的？神的表现，神的表现主要是从四个方面：目光、舌舌、神情、体态，四个方面来考察。实际上是团面的，不仅仅是这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是重点。一看他的眼睛有没有神啊，颜色看上去有没有神，他的精神状况神志是不是清楚，体态活动是不是正常，这是主要的方面。那么除了之外，我看他的呼吸啊，他的舌相啊、脉相啊、肌肉啊、皮肤啊等等，都是的，都是旺神的内容。但是主要是从前面讲的目光、舌舌、神情、体态这四方面来进行考察。不然问老师，我旺神，你是旺的什么地方旺神呢？病人没说我这是我的神，大家都来旺神呢。那就靠我们自己去观察，你自己观察，你到处乱望，到处去望，望他的头发有没有神，望他的耳朵有没有神，望他的这个指甲有没有神，你望什么？我们重点的从这四个方面来望。第一个，两目眼睛，因为眼睛受到心神的支配，同时眼睛又是脏腑精气回聚之处，五脏六腑之精皆上居于目。我们人要获取外界信息是通过眼睛而获取的，因此通过望目可以了解人的整个神的状况，精气是不是有神，可从眼睛上来望。中医说神藏于心，外候在目，人之神气息于两目。有没有神气，从眼睛上，它是藏在眼睛里面的，息于两目。在望诊真经呢里面说，人之神气息于两目，神藏于心，外候在目。我们大家都知道眼睛是心灵的窗口，高兴不高兴，有没有神气，一从眼睛一看就知道，所以望眼睛是望神的主要方面，一个重要的标志。那么这个望眼睛，你望它，你不要动啊，你眼睛不要动，我在望你的眼睛有没有神，也不这样，一看，那你看到你什么？看眼睛的什么呢？怎么样知道它有神无神呢？目光充沛，精彩内涵，运动灵活，食物清晰，这是有神的表现。眼睛目光充沛，准准有神。一看光彩精彩四射射出来，眼睛运动很灵活，食物清晰，当然这是别人自己说的，是不是啊？别人看不到，你看东西是不是看得清楚啊？别人看不那个，
但有时也可以看得到，他看不清楚，他眼睛老是眯住啊，怎么的、啊？近视眼啊，远视眼，可能也可以看得到一点。但主要这个视物清晰是讲病人自己说，我看东西看得清楚。啊，更主要的是前面啊，目光充沛、精彩、内涵、活动、灵活这几方面。哎，一般取这种情况是有神，这个有神就说明他的脏腑精气是充沛的。啊，脏腑精气充沛的。如果相反目光虎露，这就难讲了。所以学生要问的是目光虎露是怎么虎在哪地方的呀、啊？露在哪地方的？这都只能够一会啊。哎，目光虎露，目无精彩，灰暗，没有那种光彩，这可以看得到。运动不灵活，这可以看得到。那个目光虎露。这就不好说了，老师你给我看，给我表演一下，或者说你给我指出来哪是叫做目光虎露，就是反正你看这人呢、啊、他目光是充沛的还是虎露，有那么个印象。至于说怎么虎露我也讲不清。视物模糊，这是无神的表现，说明脏腑精气虚衰，脏腑的精气虚衰啊。那么如果要做思念，要硬要表演给大家看一看，我就建议学生呢，我说你去看鱼，这个鱼的眼睛是凸起来的，那个活鱼很活的那个鱼，你看它的眼睛，回跳那个死了的鱼，那死的鱼眼睛也没闭着了，你看那个活鱼或死鱼，你看能不能够分得出来，从它那个活鱼或死鱼的眼睛里面能不能看出有神无神。那个鱼死了它没有光彩了，哎，你说它浮露出来，那我说你就去看那个浮露是怎么浮露出来的，哎，眼睛也不知道动了。哎，要我人来表演一下，哎，或者要我描述出来什么叫做有精彩，什么叫做充沛，我也描述不清楚，你去观察它是个有神还是无神。哎，那鱼在活那个池子里面呢游得很欢畅，你看它眼睛是怎么样。第二个是看舌舌，看舌舌，舌舌主要是指皮肤，这个皮肤又是主要是指的面部的舌舌。看颜色，严格的说不仅仅是看面部，由于面部是暴露在外面，容易观察到。我们一进来一看人，首先总是看他的脸型面色，而不是看哎呀这个人漂亮不漂亮啊，哎你喜不喜欢这个人啊，这个演员一出来，哎呀这个人长得不错，你主要是看他脸上，没看到哎呀他的手长得好，哎他那手的皮肤很漂亮啊。所以我们讲望舌舌实际上是讲的整个皮肤的颜色，但是由于脸色最暴露最容易观察，我们都喜欢看这个脸色，因此主要是讲面部的舌色。实际上是它包括整个体表组织，皮肤啊指甲呀、包括甚至口唇里面的这些能够看得到的地方，都包括都有舌色的存在，都有舌色的存在。而其中我们注意的往往都是看到面舌了。面舌里面舌舌主要有云韵或枯槁之分，云韵或枯槁，这个云韵或枯槁也只能够去理解云到什么程度，它的舌头它的这个舌头明亮度到什么程度，也要靠我们自己去积累经验。反正分为云韵和枯槁两种情况，主要反映脏腑精气的肾衰。一门华理里面讲啊，舌者神之起也，神旺则舌旺，神衰则舌衰，神长则舌长，神漏则舌漏。说这个舌漏的，这里面又讲出一个舌漏出来了。什么叫舌漏出来了？什么叫舌藏起来了？这都要靠自己去体会理解。反正言舌它是和神
有关的神又是旌旗作为物质基础，所以旌旗的充足不充足就从神反映出来。神你怎么去搞，可以从颜色上进行观察。这叫舍者神之旗也，望颜舍舍者是望神的重要的方面，是他的一个旗帜，一个标志。所以望眼睛非常重要，望舌舌非常重要。神望则舌望，神衰则舌衰，神长则舌长，神怒则舌怒。第三个是神情，精神情志，看他的精神情志。望神必然少不了他的神情，狭义的神，也就是说你望神神气怎么样，不知道这个人的神职怎么样，情职怎么样，当然不行，当然不行。神情包括精神仪式和面部的表情，主要是指的精神仪式和面部的表情。这个面部是我们精神世界的一种表露在外的表现吧，高兴不高兴主要从脸上看出来，当然高兴的时候手舞周到，你看他的手和周也可以看到，是不是啊？这个人很高兴，他出现了高兴的手舞周到起来了。那我们最常见的还是看到你脸上的表情怎么样，高兴、愤怒，是吧？忧郁、恐惧，主要是从脸上看出来。精神亢奋还是抑郁，饱满还是不饱满，情绪，这些都主要是从面部来观察到。所以它主要是指神精神仪式，神志是不是清楚，反应是不是灵敏，你问他个问题他马上就那个了，不是那么痴痴呆呆的，是吧？从这个精神仪式和面部表情来观察。他观察的目的是了解心神和脏腑精气盛衰，它是心神和脏腑精气的一种表现，精气盛衰的表现。心神正常，心理精神活动正常，神志正常的必然是神志清楚清晰的，不会迷迷糊糊不清楚。思维有序，表情自然，反应灵敏。我们反应的应字好像书上有的地方应的是那个日字旁的阳，反应反应应该是反应，反应灵敏，提什么问题碰到什么刺激的时候他很快就能够做出反应，反应灵敏，表情自然，主要从这么几个方面，一个神志清楚，第二个思维有序，第三个表情自然，第四个反应灵敏。如果心神失常了，神志昏迷肯定心神失常，神昏肯定是心神失常了，痰迷心包、热迷心包，是不是啊？这种情况了，思维昏烂，精神错乱了，那肯定是神不正常。表情淡漠，痴呆表情，没什么表情，看不出他内心的活动，心神不太正常。当然这个失常不等于一定表情淡漠是不是就很严重的病情，那倒也不一定了，是不是啊？那反正有不太正常的地方了。反应迟钝，这是心神不正常的表现。因此望神情主要是了解心神的情况。第四个是望体态，体态，病人的形体和姿态，形体丰满还是消瘦，姿态是活动之余还是艰难。体是讲的形体，台是讲的姿态，它的活动情况，形体的丰满和消瘦，姿态的活动之余还是活动不能之余。我们西医经常这个悲动体位，强迫的体位，那我们中医属于哪个地方？属于望神这个地方。所以望诊我们要记
西医都有这个记录，为什么我们中医不记啊？中医强调了望神蛇形态，望姿态里面，那么它的体强迫体位，被动体位，神是自己不能够自主的运动，那都是一种没有神的表现了。所以这些情况都是我们望神的重要内容。强迫被动体位的，手掉下来了，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从担架上手掉下来了，当然是说明这个病人神志不清了，精气不足了，所以可以反映功能的强弱或神的好坏。从望神主要从这四个方面来进行望，两目、舌舌、神情和体态四个方面，四眼也就是神、目、舌、神、体态这四个方面。除了这四个方面，其他的方面都可以反映有神无神，很多方面都可以反映。你比如说望头花，头花里面就可以看它有没有神，枯槁的应该说就头花没神嘛，是不是啊？但是我们重点强调是这四个方面。好，休息一下。